各位又到呢个奇安的未来世界啦。咁上个礼拜咧，唔系上个再上个礼拜咧，就同阿 Bonnie 咧就讲咗一个都几挑战性嘅话题，亦都系几挑人性嘅。对于好多即系传统观念啊，对药物滥用药物好敏感嘅香港家长嚟讲咧，都几挑战性。咁就系咧呢、這个 LSD 就系呢个所谓迷幻药，系咪可以？去治疗呢个情绪病抑郁症呢咁样。咁事实上我哋好多听众呢就都有即係 feedback 啦，咁亦都讲到好多佢哋嘅睇法啦，亦都系有啲嘅譬如临床心理学家啊，有啲系睇过一啲嘅其他纪录片啊，有啲系讲即係睇过 BBC 嘅报道嘅。BBC 做咗好详细嘅报道关于呢、這个嗰几个医生啊。头先即系我哋喺节目里边 mention 到嗰几个嗰啲医生嘅实验，咁、所以咧就上一集咧，我哋就带出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哋讨论 LSD 嗰阵时咧，我哋就讲啦，啊，点解嬉皮士即系呢个 Flower Power 嘅年代，呢、个 Flower Generation， 点解 LSD 永远都同meditation 两样嘢系同时出现嘅咧？咁样咁啊，食迷幻药嘅人点解咁中意去呢个嘅尼泊尔？喺其实加 Kathmandu Tamil 嗰条街咧，另外一条街嘅系嬉皮士街嚟嘅，叫做咁喺70、60年代、70年代就成条街都系嬉皮士，而家仲有啲老嬉皮士喺度嘅，因为我有啲去咗唔走嘛，即系好似以前嗰啲背包客去咗云南就唔走啦。即系我有啲朋友喺嗰度开旅馆嘅，尼泊尔人嚟嘅，咁我哋每一次我去 Kathmandu 都去佢哋屋企食饭啊，咁都经过一条街嘅，咁咧就喺除咗 Kathmandu 之外咧，喺呢、這个。加拿大都有嘅一啲老嬉皮士咧，睇得出嘅，即系60、70咧，仲系揸住架 Harley Davidson 嘅，即系 Easy Rider，即系嗰个手柄好长，个震好长嗰啲咁嘅电单车。即系嗰啲亚洲人成日你见佢揸嗰啲咧板一定要揸咧，你觉得佢只手系争啲拉唔到嗰个手掣嗰度噶嘛？因为架车好鬼大，系有个手好似举起咁啊，人哋鬼佬唔使咁啊，嗰啲六尺几嘅鬼佬。五尺就唔好揸噶啦，嗰啲就咁就好啦。呢、這个即系我哋就讲到一个题目，可能今日咧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呢、這个meditation 系咪可以咧系有科学根据地去治疗啊，或者治愈人嘅情绪问题、情绪病？因为嗱，喺我谂呢2019年到而家咧，我谂 Bonnie 即系都明白到咧喺香港。嗰、那个对好多市民嚟讲啊，嗰、那个香港嘅变化系带嚟好多情绪问题，而且系一种好无形嘅问题咯。即系好多时 ，even 我谂翻我自己啦，我都会 classify。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好理智，即系由细到大都我会自己系觉得一个好理智。我可以系成日以前睇嗰啲咩间谍片咧，啲间谍咪成日都话你一定要识得一个好嘅间谍，一定系识得 compartmentalize 自己嘅情绪咁。我就一路都系觉得我系非常之识得去。抽離嘅，即係 compartmentalize 自己情緒，但係一路睇其實過去兩年嘅新聞咧，你係會覺得嗰種無形嘅 impact 你解釋唔到嘅，即係有時 even 我會好 aware 自己有某一日起身，你係會真係覺得深刻嗰日就係一起身嗰個感覺就係、好似樣樣嘢都好灰，但你又唔係好難解釋到究竟係嗰種感覺係無力感嗎？定是又不是好像未去治到去 depression， 但是总之就觉得那天就 不是太想起身了，就也都没什么动力去做任何事情。而你再看回我就开始看很多其实报道就是当然香港有特别的情况，但是因为 COVID 呢甚至乎其他国家你美国现在都是他 cases 看到是很多的，这一种就是因为长期或者有焦虑啊冇咗份工啊，或者惊冇咗份工啊，而长年累月喺呢个 Covid 阴影之下，那个情绪病嘅例子系高咗好多。香港就直情系双重打击啦，我觉得，即系一来就系2019年之后嗰个政治环境嗰个变化，咁就好多大家对香港即系好珍惜嘅核心价值被践踏呢样嘢，我谂即系就算你有冇 involve 喺个即系运动里边嘅人啊，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嘅，其实即系见到一个公民社会嘅团体被拘捕啊、解散啊，然后用各种各样好荒诞嘅理由去拘捕嗰啲人啊，咁
第二就是整个社会的那种军管式的隔离状态，令到香港由一个很国际城市，我们以前拿起背囊就去东京玩的了嘛，然后跟着放假就台湾台中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来的嘛，即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嘛，生活突然间不是变成一个孤岛，因为以前香港人习惯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的 stress release 的嘛，即系点解好多香港人都会喺高压情况之后，譬如一年去四次日本咁，即系佢就觉得好似每两三个月就可以放一次，即系将啲压力放晒佢。咁而家系正正系将成个嘢，你冇晒呢啲系统，我突然间运咗廿四个月都冇出过去，即系谷咗。你谂下以前可以放八次噶啦，两年，你而家一次都未放过，咁你嗰个谷咗个压力喺度，真系高压煲都就爆啦，系嘛？仲要谷住你喺度睇嗰啲好重口味嘅新闻、哦。即系封死你唔死啊嘛，即系封死你仲死多几钱重咁，即系唔系一个焗住你一个正常开心嘅状态，而系焗住你一个即系好似无间地狱咁样，即系不断喺度 loop， 不断喺度循环出现嘅一啲即系负面新闻，可能大家已经去到麻木，咁又有再新嘅、再匪夷所思嘅荒诞嘅新闻出现咁样，咁所以今日我哋就即系继续翻上一集嗰个话题。就但大家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讲 LSD 了。是的。啊，就是没有这个 parental guide 在这里了，不需要了。今集就正能量，我们叫做用现在的讲法，我很憎这个 terms，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做人要多些正能量啊，这样。那么今天呢就不是讲正能量。我觉得呢就正能量不紧要，我最憎那些人呢就是成你觉得他打嘴炮的。就是日日就叫你正能量，跟着就讲些新闻给你听啊，你想。打死佢嗰啲，即係令到你又覺得好冇無力咁，我搞咩鬼？不如今日我哋做個節目係實踐多於齋講正能量，即其實係教點樣做啊？係啦，點樣做？同埋我哋自己試咗之後，你自己其實係我都冇需要。好多時咧，科學嘅嘢之前都有人提咁其實點解呢啲唔揾啲啊 PhD 啊咧嚟講咧？咁我 obviously 係可以嘅。你如果真係想知道所有嘅 details， 但係我覺得人咧，你仲有個廿四小時嘅限制。而我自己的做法永远都是你靠自己的逻辑性，即譬如我会听，我会看，我会看了这些 Netflix 的documentary，但是最终你一定要自己试嘛，即跟我跟大家讲很多关于 blockchain crypto 一样，就是你自己不试，你就不会有自己一个 judgment 见解，而令到你下一步我究竟是继续去钻研这个 mindfulness， 还是我觉得我 feel 唔到佢想讲嘅嘢，系咪搞错方式咧？定系我唔明白做得唔啱咧？或者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帮助唔系，因为我本身都好开心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认识科技嘅作用就话唔系话叫你乜都知晒，系其实你会领略到你自己个人嘅状况，边啲有用，边啲冇用。而我就系想你多啲接触得到，知道多啲之後，你會知道邊啲嘢對你有用，邊啲嘢你冇用，要用起上嚟時候就唔會拿手唔成使嘛。嗱，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讀以前啦，孔夫子嗰啲講法咧，就係、是、所謂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嘅問題。學嘅意思即係話咧，就係、是、學有兩方面嘅，唔係而家我哋所講嘅淨係 learn 咁簡單，仲係包埋 practice 嘅。其實喺中國傳統裏邊。即是话你要学而不思就唔得嘅，其实你要谂嘅，其实谂咗之后你仲要实践咧，其实系咪呢个就系所谓嘅学而不思？你唔可以净谂唔学嘅，思而不学则殆。好多人以为学就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嘛，殆即系懒惰啦。懒惰系啊，即系话你唔系谂咗就当做咗嗱。所谓打嘴炮咧，而家社交媒体年代咧，好多人咧。你有冇留意到两样嘢？第一就系思而不学，讲咗当做咗，喺个 status 里边咧，发表抒发咗一个伟论或者系一种感受咧，就当自己实践咗，呢个系绝对错误嘅。我觉得真正嘅实践同喺社交媒体上边嘅表态系两回事嚟嘅。第二系咩咧？第二就系呢个咧，佢哋好似咧就系将嗰个嘅实践嗰一 part 咧贬到好低，即系世事给我看透了啦。哎，我一早识噶啦呢啲嘢咁样，咁呢个就系所谓嘅思而不学嘅问题啦。咁所以咧，最重要我觉得咧，就唔系话你听个节目，你学咗啲乜？好多人话有冇养分，唔系真正有养分嘅就系佢令到启发你有个好奇心，后边嗰啲实践学习嘅嘢你自己行啊嗰条路。最重要就系你令到有个好奇心，就系话哦，原来可以系咁样睇嘢或者咁样谂嘢嘅，
咁但係實踐之後嗰一 part 先至係最重要嘛。咁、所以我就唔係叫大家食 LSD， 而係話咧，你嘅實踐咧，今集咧，今集嘅實踐係可以做得到嘅，就係、因為我哋講 meditation， 講呢個其中一樣正念收集，就係、我哋叫做mindfulness training 又得，叫做 mindfulness practice 又得，或者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又得，有好多種講法。咁啊，而家係一個大產業嚟嘅喎，即係呢個Headspace 啊，呢個 apps 啊，呢間公司嘅估值成$3亿美金嘅喎，就係教你 mindfulness 嘅 meditation 啦。你會發現咧，有時有啲嘢好得意嘅，就好似咧，你記唔記得幾年前奧運會咧，突然之間啊，菲比斯咧游完水上嚟嗰下咧，個個都哇完哇，全部都係拔罐嗰啲人咧，跟住你就開始話哇，美國佬咁鬼緊張，佢啲運動員。點會俾佢用？一定係已經係哦，跟住佢哋話哦，原來係已經係 scientifically 佢哋知道佢對微絲血管個擴張啊，對微絲血管嗰啲嘅恢復啊，有咩咩咩有乜作用咁？我排除嗰啲疲累嘅乳酸啊，其實係啦。咁我就諗，其實調翻轉你 headspace 嗰啲都係一樣啫嘛。我唔記得你有冇睇過其中一集 mind， 即係嗰個 mind explain 咧，佢有提到嘅有一個人咧，好早之前已經提倡美國做呢個 mindfulness， 但佢就話我要好小心，好小心。要 make sure 我講嗰啲班咧，啲人唔會覺得我係講緊嗰啲神教，即係唔係 religious 嗰啲冥想，係唔係我唔係佛教徒嚟噶。咁你就知道啦。其實而家個社會，你想嗰樣嘢普及化咧，就話佢必須要揾到嗰個科學嘅根源啊。好多人就好似你講啦，世界給我看透了，又或者好多人就有個偏見，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偏見嘛。即係譬如我唔係一個。好虔誠宗教人，我就話：誒呢啲迷信啊，你唔好亂咁嚟啦！咩鬼嘢？咩坐下個腦就開竅咁樣？誒、你都傻嘅呢啲嘢，你唔好搞我咯！咁但係調翻轉，而家係隨著我哋科技嘅進步，你先會發現，其實我哋調翻，我哋係科技係而家先至解釋得到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喺唔同嘅宗教入邊嘅一啲儀式啊，或者一啲嘅行為。今時今日才會有一些真正的數據去支持，咦，是的，原來那時候幾百年前墨西哥，你以為他們那些巫師是真的巫師，真的就這樣叫你吃灰，原來不是的，原來他那些所謂的治療儀式，可能以今天的科學角度來看，確實是對我們身體會產生某一種作用，因為他喝的茶，因為他吃的某一種植物。而反過來，我覺得 mindfulness 也是的，我就知道你是一個practice 咗 Buddhism 好耐噶啦，咁其實 Buddhism 咁耐，以前就成日都覺得，誒呢啲嘢係僧侶先做嘅，但係一路到近十年，開始有咗一啲正式嘅科學研究，西方嘅科學研究，呢啲 headspace 嘅公司先至開始走出嚟噶嘛。但佢哋走出嚟嘅時候，你就發現，我覺得呢樣嘢咧，成日都係美國佬係最叻嘅，就係、是、做故仔，即係成個 story。整個樣嘢點樣去解釋俾你聽？係佢知道而家現代人係容易接受、容易入口，即係可能係要追溯翻美國嗰個 advertisement 嗰個 history 啊，好似由嗰套咩劇集《Mad Men》開始嗰個成個 culture， 佢哋最識 sell 嘢俾人。嗱，我諗咧就呢類嘅，即係我哋講嘅，即係 meditation 啊，即係我哋譬如以前都睇武俠小説都知啦，嗰啲高僧少林寺。主持就梗系好劲啦，内功劲就因为打坐啦，咁样面壁啦，咁样达摩系嘛，一企喺条芦苇嗰度已经可以道光咁样，一位道光然后面壁十年咁样修成呢个武功。我哋细个就完全都唔明嘅，因为冇咗中间嘅因果关系。点解面壁坐喺度又可以呢个绝世武功咧？点解有啲面壁十年之后一开关之后又走火入魔，有一啲又武功盖世咧咁？咁我细个又好混乱。即系好似买大细咁，咁啊细个睇啲武侠剧成日都系嗰度石门一开，究竟出嚟系个癫嘅人啦，定系一个系啦金毛狮王啊，定系呢个少林方丈咧？咁就净系知道咧，就系打坐好坚嘅，就好神秘嘅，坐喺度咧就高僧打坐入定之后咧，可以咧就唔食嘢嘅，可以唔瞓觉嘅，可以入定之后咧就好耐之后咧就搵人出嚟做呢个护法喺出边睇住个山窿。咁然后到闭关完之后破关出嚟咧，就功力大进啦咁。咁一路喺我心目中系好，我好仰慕呢啲咁嘅人嘅。我觉得哇，打坐唔使食嘢，你就谂到唔使食嘢呢样。我哋细个个年代系睇武侠小说长大噶嘛，一系就做神仙，即系飞剑啊，即系如来神掌啊，曹达华嗰啲；一系就嗰啲少林高僧咁样。
即系用内功一督你就死啦咁样，系咪？又要打坐，唔使练习咁辛苦嘛，坐喺度啫嘛，咁一路都好神化嘅其实。咁然后跟住我十几年前啦，咁我就皈依咗呢个一行禅师。咁一行禅师就喺国际上边咧，就都系少数即系好早期提倡一个所谓 meditation 正念收集 mindfulness training 或者 mindfulness practice 嘅人。咁我就听过佢几次开示啦，因为我哋亦都试过喺佢以前每一年咧，我哋十几年前咧，佢而家年纪好老啦，翻咗去顺化佢出家嘅寺院嗰度。咁我谂即系佢去到晚期啦，已经系。咁就但系佢以前身体好嗰阵时咧，都每年都嚟香港嘅。咁就喺梅村叫做即系佢哋嘅僧团，就喺乌溪沙嗰度咧有个好大嘅禅修嘅禅修营，一个礼拜嘅。咁我第一次接触嗰阵时咧，就觉得好犀利。点解咧？就因为佢打破晒我所有平时我最中意做嘅嘢。第一，一个礼拜唔准讲嘢，对我嚟讲好大挑战。普通人都得，但系对我嚟讲就真系一个极之严重嘅挑战。第二咧就系、是、唔准食肉，当然就系要食菜啊咁样，仲有即系食物都系一种 meditation 嚟嘅。嗱，咁佢第一个令到我改变睇法就系、是、我成日都以为打坐先系 meditation。但是一行禅师即是他一路提倡的就是其实好像佛祖的说话这样说，其实衣食住行里面都有 meditation 的。嗯。啊、你吃东西，你行路、啊、你坐打坐当然是啦这样。嗯。那你就是怎样在于在你的那下，譬如你吃东西这样，我问 Bonnie， 其实你大部分跟人吃饭的时间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留意你吃东西的味道呢？其实约朋友出嚟食饭嘅。其实点翻转，我谂你翻工或者成日出 trip 嘅人咧，可能都有呢个经历。就我经常会同啲 friend 提起，就话，不如有时好多年啦，一路出去 business trip 嗰啲，当然啦，好多时你出 business trip， 你一支公司俾嘅，咁大家啲客又要喺啲好贵嘅地方食，咁食好似就食咗好贵、好靓嘅嘢，但我话嗰几餐完全系唔 memorable， 唔记得噶，即系你完全翻去谂，你系完全唔记得。咩味啊？食嗰啲咩嘢？對個味道係冇感覺嘅。咁調翻轉，反而喺一啲好平常嘅生活之中，某一餐或者真係你當你係嘥時間去慢慢去咀嚼嗰樣嘢咧，你就會好記得嗰個 experience。咁調翻轉呢個引起我其實初點解會走去都會研究少少 meditation， 因為我平其實好多年我係好抗拒 meditation 嘅。我成日都觉得喂已经很忙了，边有得闲坐喺度？你即系嘥咗我啲时间，大佬我24个钟头，你仲要叫我？你要 meditate 下十分钟？我话我又冇 depress， 我做咩要 meditate 啫？我人不知几好，咁我就一路其实抗拒咗好耐嘅，直至到咧开始睇咗一啲文章系写，你有冇发现？你很多時咧個腦點解我哋喺現代生活接觸觀感啊？我哋個 five senses 一路不停地24小時你接觸好多嘢噶嘛？佢話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嘅人咁 efficient 啊？即係我哋個腦個 processing power 點解可以咁勁？佢話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個腦咧好多嘢係 pre-process 咗嘅，亦即係話 program 咗啦，佢唔會再係我今次見到你。劉世良，我個腦先會再 assess 一次呢個係我一個 human being， 哦 human being 睇下先，哦佢有兩隻手，佢兩隻腳，咁啊正常嘅，係唔會再做呢個 process。佢個腦已經就話呢個人嚟嘅，咁就你就知道個人係兩隻手，即係你已經係 set 咗喺度。最好嘅一個效果係咩咧？我可以講俾大家聽，我最好得意嘅經歷咧，就係我成日喺度話咧自己細個，你有冇試過咧？我成日以為自己撞鬼嘅。就我好記得，譬如嗰陣時個 apartment 又唔係，喂唔係 apartment 添，係本 passport 啊！我有一次因為日日個個禮拜喺度飛下，第一日有一次翻去，哇！真係大佬唔見咗，揾唔到本 passport 突然間，我話得一個行李手提行李嘅啫喎。嗰陣時因為公幹就更加唔會寄倉，我抄我明明記得嗰個袋有幾大啫，我前前後後全部揾過曬嘅，係揾唔到本 passport。結果咧就勞師動眾，又要已經喺嗰陣時喺美國啦，又要去再喺美國嗰邊再申請補翻一個香港嘅 passport， 哇！搞到一頭霧水。跟住咧無端端咧，一年之後咧，我攞翻嗰嘢出嚟咧，啊就喺嗰個夾嘅最大嗰個袋嗰度，就係嗰本 passport。
我心想撞邪了，因为没有可能的。 我明明过，即是 你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过，就是你说我明明看过的，是明明不在这里，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在这里？那后来我就看到一个 research paper 就写了，就是因为你的脑呢很多时候 一来已经是 pre-process 了对熟悉的环境，尤其是眼睛看东西，你经常以为你在看东西，其实原来很大部分的时间呢你根本个脑睇到嘅嘢咧，唔系你只眼接触到嗰一下佢传上去嘅，系个脑已经查翻。喂，你呢间你屋企啊嘛，你日日都喺度，我已经个 image set 死咗喺度嘅。你电视喺呢度，你张台喺呢度咁，你入嚟一紧张嘅时候咧，佢就好多时咧，你根本就唔系 send 紧你睇到嘅嘢，系个脑根本话俾你系咁样噶啦。其实即系等于你个脑系一个方体嚟嘅。系啦，而且好急啊嘛。时间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即系佢已经系 sense 咗我个脑嗰一刻好紧张，所以佢话好紧张啊！我已经预备好咗个时间关系啦，呢、這个就系个 image 啦。跟住我就睇唔到嗰嚿嘢，跟住佢话点样科学证明呢样嘢系存在嘅咧？佢就话因为而家你知道你嗰个 peripheral 啊，嗰个侧视系去到几多度角噶嘛？即系譬如话你只眼球，你最侧边可以睇到几多度嘅嘢，你再厚啲嘅话系唔可能。你看到的嘛，他们那个测试就是试问那个人那张台某一个角落摆些什么在那里。他看到。那个人死都说有定没有，但跟着那个人说你站那个位置那个角度你根本是看不到的，是没有可能看得到的。但是那个人是咬牙实齿说不是，是有的。所以他就说其实你的脑有时呢，你有时你以为是真的看到，你也不是讲大话。你以为是讲紧真话，但是其实你个脑是用一些 pre-process 咗嘅嘢话俾你听。喂，时间关系啊，顶住档先。因为我跟住咧就试过好几次，就系我 passport 之后咧成日唔见嘢，成日留低嘢嘛，就系、是、哇明明出去倒垃圾，翻嚟我知屋企个客厅就系、是，因为我中意个 setup 系我好唔中意 clutters 嘅，所以永远都好少家私，系得张台喺度，我唔见咗锁匙喎。嗯，吓，点解唔记得？跟住咧，半个钟头之后翻嚟咧，个锁匙就喺个台面。咁我仲唔系撞鬼？即系我嗰时真系有几年，我以为系哇，呢啲系咪撞邪咧？呢啲系咪中国讲嗰啲死啦？嗰时系咪七月咧？系啊，鬼阴眼咧？咁后屘就发觉咧，其实唔系，系我就系应该就系呢一个 impact， 就系因为好急，就根本只眼咧就唔系 send 紧眼睇到嘅嘢，个脑即系已经 create 咗，因为时间关系啦，因此。那一次之後呢，我現在就從來沒有再發生過鬼眼眼了。為什麼呢？我每一次一急找不到東西的時候呢，我現在就會自動告訴個腦聽，我說看一看，拿隻眼看一看，看清楚一點。喂，你不要笑啊，我真的因為那次之後，即這個是當然是我自己 develop 的幫自己生活的方式，就是真的很少再是硬找不到東西了。即系好多时就我就发现，哇系，真系望一望咧。有时你会发现真系，咦唔系喎，头先扫嗰支唔喺度啊，点解而家叫自己望一望就即刻见到嗰个遥控器喺度咧？唔系净系视觉嘅，你知唔知？我哋嘅五官啊，嗅觉、味觉、听觉、视觉，其实咧，触觉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因为我哋个脑系一个方体嚟嘅，其实佢系 storage 咗你以往嗰啲感觉喺度嘅，其实。除了你说你目视就是因为你外影熟习了这个环境、所以它 storage 了影像在这里。另外是什么呢？就是食东西。我刚才问你为什么食不知味、食不知味的这个意思。其实你以为你是那个味蕾，我读这个叫做马来西亚咖喱牛腩，读入口那下个味蕾感觉到，然后将个味觉传给个大脑咩？错。其实你 order 那个马来西亚牛腩那一刻呢，其实那个味觉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大部分你吃东西的时间是机械式将那嚿牛腩丢入口那里。然后脑那个味觉呢，其实告诉你那种味道呢，实际上是它将在个旧快乐那里一按这个掣出来。那你就挂住，其实主要时间你是跟你对面那个人聊天。其实它有一个 很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的脑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就是、演化呢，到今時今日是真的一個超級電腦來的。它的 efficiency 是快到是你覺得是 processor， 沒有一個 processor 追到的原因，就是它其實學習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盡快告訴你，就是大佬我知道你時間關係，我已經準備好了很多東西隨時拿出來給你用。這個就是大鑊，我們的腦變成方體呢，就是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問題。
既然我哋嘅视觉同埋我哋嘅味觉，好多时都系一种喺脑里边形成咗嘅一种嘅一个 file 揿出嚟。咁我哋一个人长大嘅过程里边，有咁多嘅愉快与不愉快嘅经历，咁啊死啦！即系嗱，我哋上一次讲 LSD 去治疗情绪病，就系讲抑郁症，就系形成咗一种嘅喺脑里边嘅一种 shortcut 啊嘛，即系一出现嗰阵时，一有 A 出现，就嗰条路径就会出嚟。佢就自动话俾你就系 B 噶啦，跟住发生嘅事情。一见到就啊，打波先嚟落雨咁样。一见到落雨就谂起，唉，即系成日都系，即系差噶啦，成个情绪，因为嗰套成抽嘢喺你脑里边已经揿掣已经出晒嚟噶啦，其实系，因为你个 anticipation 咯，即系好似其实你再谂翻 PTSD 都同样啫嘛，譬如你阿富汗打仗，因为嗰阵时咪好多地雷或者自杀式嗰啲引爆，佢哋好多时系用细路仔噶嘛，咁你可以谂下个经历就系你。目睹一个细路仔行过嚟，跟住哈哈哈行过嚟就嘣一声，个人炸咗。咁或者你要开枪打死佢咯。个脑你跟住就好惊咯，即系其实你会用呢一个方式，你谂到下一次，每一次就算你翻去屋企之后，你每一次见到个细路冲过嚟，或者个细路行出去，你都会觉得实有不幸，即系 something bad's gonna happen，something bad's gonna happen。其实嗰样嘢就系你个 anticipation， 佢已经 set 死咗，亦都系我哋上一次提到。而家研究發現點解開始想試用呢啲psychedelics 去治療嚴重嘅 PTSD 就話，到你 anticipate 嗰下，其實係佢想改你 anticipate 期待嗰個期望，唔係改你期望完之後跟住就好 depressed 啦。因為而家嘅藥就係話係你已經即係你見到個細路衝嚟，跟住你個腦就開始諗到啲好悲哀嘅發生，就嚟會爆炸啦，就嚟會死噶啦個細路，跟住你個腦就會產生嗰個 depress 嘅感覺，因為一啲 chemical 嘅 release。而調翻轉而家嘅藥咧，係依嗰個 chemical release， 即係譬如你到 depress 嘅時候，你會太少 serotonin 啦，所以你嗰啲 antidepressant 咧就會防止你個腦回收 serotonin。咁但係去到嗰步已經太遲啦嘛。其实你是自己的标，你不是自己的本，那本是你产生的那一下，为什么你每一次见到小孩走过来，你就会个脑会自动走到去那条路那里想，而不是像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就说正常的我的经验是 who knows， 懂懂，但多数小孩跑过来就可能叫你揽住他咯，或者叫你抱抱咯，但是为什么你不是，你是他走过来，我死了会不会爆炸的，死了会不会杀死我，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哋成日有个理解系咩咧？人嘅五感啊，我哋叫做五官嘅感觉咧，都系一种嘅直观啊，即系话你条件反射，或者系一种嘅你见到嘅嘢就系直接去话俾你听喺脑里边生成一个影像啊，或者你嘅味觉、味蕾或者你闻到嘅嘢。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我哋嘅脑嘅运作系方体嘅话咧，因为时间关系，佢整好晒噶啦。咁所以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就會係因為過去嗱，頭先你講就 anticipation 就係未來，你會因為你嘅過去而令到你對未來嘅影響緊你對未來嘅一種我哋叫做咩 predestination， 即係一種預先命定咗嘅諗法一定會係咁噶啦，即係好似預先已經注定咗噶啦，注定嘅諗法。有時直情係注定到係你係。你是根本个脑是觉得发生了的了。你为什么呢？就我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带着妈咪的狗去打针嘛，定期要一个礼拜，一个月打，一年打一次。那去到了，他平时就很乖，我都知道，他是男仔来的，他定得顺的。那天呢，最多就是，我们在那里不要望着他了，等他姑娘跟他打了。跟着听到他哇一下嗌，即是他的狗在那里嗌，那我们就哎打得很痛啊。跟住姑娘咧就拎住支针，佢话未打落去，佢 anticipate， 佢已经 anticipate 大叫一下，嗰种叫法你成日觉得好痛啊！即系你平时因为我妈咪日日同我一齐咁，佢话系咪好痛啊？咁样跟住姑娘好好笑，即系好似笑片一出咁。姑娘话未点到佢，你做咩鬼嘢？嗱，你细个有冇试过换牙嗰阵时咧？咁我哋细个咧就冇钱去睇牙医嘅。咁细路仔换牙就嗰啲牙脚好容易甩嘅啫嘛，
即系屌屌揈咁噶啦嘛。系咯系咯系咯，已经系我之前成日都系啦，就好中意去喐佢噶嘛，我啲手指。用手搣到嘅，其实咁就收尾咧，我阿妈就会攞条线绑住佢，然后戳咗牙出嚟嘅，就唔想喺牙医嗰度剥嘅。咁但系戳嗰下都痛嘅。咁通常咧，佢咧就系咩咧？最痛就系佢绑线嗰阵时候，即系直情系成个人紧张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打冷震咁嘅。其实根本未剥噶，系根本未剥噶。好啦，我阿妈就好聪明嘅，佢就会绑完之后咧，佢就会咧即系。跟住即系用一啲转移你注意力嘅转移下吓，跟住你望嗰边阿爸翻嚟啦，嘣一声一嘢就戳，一嘢就戳。咁你一望你都未嚟得切反应咧，咁你就之后就流血止血，你就唔觉得痛嘅，其实。嗯，即系佢嗰下短，好短暂嘅啫。其实佢剥牙嗰下，反而你期待剥牙同埋之后雪雪声喺度揿住流血嗰阵时咧，所产生嘅痛楚感觉咧系多嘅。即系其实你今次话。讲呢个题目 mindfulness 咧，以我自己个角度系谂紧啊，若果上一次讲嘅，譬如探讨呢啲psychedelics 咁，系好似嗰、那个节目讲咁，如果用药物或者食物嘅途径系一种捷径，达到你活在当下嗰个感觉或者嗰个意志力，即系将嗰种 program 咗嘅嘢 stop 咗佢噶嘛？系啦，咁 mindfulness。可能是一种长期慢性自己可以治疗自己的方式。对我即是我现在的看法，看 mindfulness 就觉得诶，我未必，我又不 depress， 我又没有 PTSD，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都是希望长期 keep 住自己在一个心情快乐啊、愉快啊、平静的境界之中去生活。那我就会觉得诶，是不是应该想想 mindfulness 作为一种好像一种中医的疗效，是一种长期性自己可以帮助自己制衡，譬如話某一啲身體入邊嘅功能，因為你話 anticipation 喺演變之後，你又覺得係好正常嘅，因為以前你講真危機四伏係嘛，即係分分鐘俾野獸食咗，你風吹草動，你有啲咩你都好警覺性好高啲，你 fight and flight 啊嘛，以前即係腦有一個其中一個好大嘅考嘅功能就係有一個會話俾你聽個信號就係你打定走。因为有危机的时候最重要你要 make sure 自己安全。这个就是人和动物呢分途而行。动物呢当然呢它我们现在仍然保留了动物性的一种 self-defense mechanism， 就是一种防卫机制。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对痛楚啊这些东西被火烧完之后会痛那你就不要再掂了。那是一种防卫机制来的。那也都你 anticipate 到呢就是说就是这些叫危险了威胁了这样。就是过去被火烧过之后。这种痛楚感觉对你见到火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危险的威胁就不要行近它了。动物都有的我觉得。但是你留意一下动物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了的。譬如我看抗压你很清楚。嗯。你回家你跟你狗仔一起去街了解得多它的心智活动呢其实狗仔就是活在当下的。其实狗仔过去的东西呢譬如你昨天骂过它呢其实它不记得的了真的。即是你昨天闹完他他今天会再摇头摆尾继续再犯的其实。他又当没事的。所以我经常都说抗压力一个小无赖就是什么原因了。就是他完全即是厚面皮都不得了用我们人的标准来讲就是说。不是、哦、我觉得这些是叫做他们收放自如、哦。你想想我这狗的 case, 他一年前打的针他记得的、哦、那下 他懂得去防范、哦。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这些就是证明他们是选择性无赖、哦。嗱，佢好多嘢，佢真系唔记当唔记得啦。我话即系唔系一个嘅譬如佢每一次见到你都咁开心。嗱，人我哋梗系唔会啦。譬如好简单，你两公婆咁样，每次太太放工翻嚟咁样，咁可能大家都习以为常啊，翻嚟啦咁样，咁就完噶啦嘛。哦、即系你话你翻到屋企，你希望 Carmen 对住你，点解唔可以好似讲下你每日见到你咁？哇，你又翻嚟啦！哇哇老公好耐冇见，哇你又靓仔咗啊今日。你谂下狗仔就系咁啊，每一次你都系第一次见佢咁喎。不过感觉啊，对佢嚟讲，嗱，我唔觉得抗压你系特登做戏啦。如果佢系真系表达紧佢感情嘅话，你睇佢条尾咪知咯。佢条尾发大啊，打圈啊，其实都系一种感情嘅表达嘅方式。咁佢嘭嘭声嘅，发到好似风扇咁嘅，咁啊肯定好开心啦。发到地都穿咁滞。系啦，咁原来啊，我第一次。其实我见到佢，当然我会开心啦。但系降下你系比我开心二十倍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啊，表达出嚟嘅感情，好似第一次见到你咁噶嘛。佢当下里边嗰一刻，佢真系好挂住你噶嘛。
佢唔会 program 咗就话，诶、哎、呢、這个废佬去得边啦，六点钟就翻屋企噶啦，翻屋企使乜睬佢啊？到时到后咪自己躝上去瞓觉咁样，人就系会咁噶嘛，你就会根据你 program 咗嘅嘢，你以前嘅经历啊、认知啊，去决定咗你当下嘅反应嘛。嗱，所以我头先问食嘢，我哋去禅修嗰阵时咧。去 mindfulness training 嗰時咧，其實佢係要你每一啖飯咀嚼30下，嗯，每一啖菜咀嚼30下。咁我就話我從來冇食過咁甜嘅蔬菜，普通嘅雜白雜嘅蘿蔔啊、白菜啊、菜心啊咁嘅，就係咁嘅啫。一日兩餐都係咁。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係個味覺，佢嗰下要你翻返去當下。我哋食食下咧，佢就會敲個慶噹一聲，咁我哋就要放低筷子。放低筷子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数算自己呼吸嘅，其实，嗯，即系 breathing in, breathing out 咁样。其实系要将你个心神带翻嚟当下呢一刻，食饭食紧饭呢一刻，然后真系用你条脷去感受嗰棵菜系咩味道。其实好多人已经忘记咗个菜，你问自己啦，大家观众、听众，你哋自己问自己，你知唔知道菜心咩味道？你试下搵一餐食饭，嗱，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好簡單，好容易 practice 嘅啦，真係每一啖菜，你嗰餐你唔好要肉，唔好落咩調味料、豉油呢啲咁嘅嘢，就咁霎熟嗰啲菜心，然後每一啖嚼30下，嚼嗰陣時一路 focus on 自己咀嚼呢個動作，你就會食出完全唔同嘅味道。同埋咧，你咁樣講就好多人話：，誒、欸、聽好易啫咁樣。你真係做嗰陣時咧，我記得第一次啊，即係我。抗拒咗呢個 meditation 好耐之後，嗯、真係有一次試用嗰啲 apps， 即係嗰啲 calm 啊嗰啲乜嘢，我十分鐘幾容易啊咁、嗯。你真係試咧，就發現原不來係好艱難。係艱難個原因係咩咧？你好似講咁，你照三十下，你 make sure 個三十下你係諗緊個棵菜，諗緊你 feel 到啲乜嘢味，因為咧你會發現咧，現代我哋嘅生活。實在太多 distraction 了，基本上呢，我第一次試那十分鐘的 meditation 呢，你發現哇，是真的 within 30秒呢，你已經發現你已經不在 focus 在你的 breath 那裡，你的腦其實已經很多東西想嘛，因為它是自動波走都是想，哎呀死了，跟著呢還有什麼未交，哪個 email 未覆啊，啊上次那個人問我的問題，我應該怎樣去答他，你的腦是自己走了了，你是要很 consciously 地再掹翻翻嚟，你就话哇，原来净系十分钟初初嘅时候都系咁艰难嘅。不过咧，你又再谂一谂个 benefit 啊，因为我系一个好 practical 嘅人，即系我每次都会试完之后自己谂下，诶，其实对我自己嘅生活有冇改变或者有冇好嘅影响？就系、是、你会再谂就系、是，诶，其实 OK 嘅、哦，因为好似你讲咁，食嘢系一种啦。另外一種就是我而家會，譬如就算我 take a break 出去行一個圈，咁好彩屋企附近係多綠色嘅，咁其實我係會好多時嘥好多時間去望嗰啲植物嘅綠色，而我會發現，咦，其實而家 pay attention， 你先發現，咦，好多綠，好多唔同種嘅綠，有時淨係睇個綠色，我已經係好開心。咁跟住我就會發現啦，咦，其實調翻轉，我哋成日話咧，你頭先節目之前你咪講話，哎呀。什么为之老的永远青春呢，就是青春常驻的老，因为我们经常说个人的样子怎样青春常驻，就是经常擦这个护肤品，那个护肤品又吃这样、嗯。但其实老的青春常驻的青春是什么呢，我们之前不是提到、啊、你说其实你看年纪大了不是，当然你看不到个脑，但你说很多时候就看个眼神觉得 很忧郁、啊、或者很沧桑。其实个沧桑感觉是哪里来，我刚才就在想，其实调翻转，如果你真系以时间嚟计咧，你一生人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哎呀，一生人咩十九咩五不如意嘅事大把咁样，咁、嗯、但系调翻转咧，系咪因为我哋冇活在当下，所以你个比例啊就不成比例，你成日会记住，经常去记住以前发生咗一啲情绪起落嘅事情，而好似譬如话以前嗰本小说成日都讲咗咩 Anna Karenina 嘛，快乐只得一种。嗯，痛苦是有千千百百万万种不同各样形式的痛苦。那调回转，但是你真的想啊，你一世人你计日子来讲呢，你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好像你讲那个，你如果是真的好像那个修道者修行者，你真的个火烧到来你才痛。其实痛苦的时间相对你的人生
有几长咧？其实点解你每一次会将佢扩大，就系、是、因为你不停地都不活在当下，你冇用当下呢一啲新嘅 pathway， 即系我觉得可能另一样就系你自己冇为自己去制造一啲新嘅 pathway 去离开，就话如果我每一日走出去，好似你讲咁。我冇日日我都食三餐飯嘅啫嘛，咁但係可唔可以好好地？我真係食飯嗰陣時，就算自己煮任何嘢都好啦，真係咬飯食飯咬肉嘅時候，專心十分鐘去諗一諗嗰樣嘢嘅味道係乜嘢？其實大部分你諗下，你一日大部分嘅時間其實都唔係話好痛苦啫嘛。就算你生活好忙碌，你出去食個雞飯，你只要俾自己五分鐘專心去食，唔好碌電話，即係其實。而家我覺得最難做嘅就係你成日覺得時間唔夠用，所以其實咧就越係唔夠用，你越係想一個時間做三樣嘢。咁其實做三樣嘅時候，你個腦就最容易就話佢唔能夠負荷咁多嘅時候，其中有一兩樣梗係自動波做緊嘅。我覺得越嚟越多係自動波做緊添，因為你嘅 focus 喺個手機嗰度。咁所以咧就係你食緊嘢嗰陣時咧，其實個腦係自動波幫你生成咗嗰個馬來西亞咖喱牛腩嘅味道。which is 你就冇機會同自己去再製造一啲新嘅係比較 pleasant 啊，好嘅，即係 positive 嘅 experience 就話個原因就係你會越嚟越多呢啲 program 咗嘅捷徑喺個腦裏邊啊。嗱，呢個好大鑊嘅。我哋話即係個腦失盲，即係我哋以前我哋上一代講就係呢個人好盲塞，就係佢因為佢個腦裏邊太多呢啲哦，有 A 一定有 B。有 B 一定有 C 呢啲嘅成见，呢啲可以系一种思想嘅成见。我最憎 LSD 嘅，一见到呢个名字就觉得食迷幻药。头丸啊，啊成班嗰啲喺街度癫癫地、丧丧地嘅，就系咁噶啦。一系就淫乱派对咁啦。咁呢啲可能系一种，另外一种系咩咧？情绪嘅成见，某啲 iconic 嘅嘢出现咧，某种情绪就会产生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一种情绪，即系你嘅喜怒哀乐嘅成见已经 program 咗。我觉得食药和 meditation 都一样，就是 stop 咗呢个成见。嗱，食嘢我哋讲，譬如师傅教我哋行路好，食饭好咧，其实唔系在于嗰个修行本身啊。个修行系一个 training 嚟嘅啫，其实呢个 training 系咩咧？等于我哋练大只啫嘛。我哋花咁多时间走去帮衬 pure yoga， 系咪啊？嘥咁多钱，除咗个大只仔好吸引之外，有乜嘢咁吸引咧？但你想想咁唔係喎，可能好多女士喺嗰度係好活在當下嘅喎，嗰、那個鐘頭。可能你係啦，起碼我唔係啦。但你諗下，如果係點解我哋唔會花時間落去我哋嘅腦袋、心靈、心智嘅 training 咧？嗱，呢個好奇怪。其實心智對我哋反而影響重大。你諗下，我頭先講 COVID-19 好，香港呢幾年嘅政治變動所帶嚟嘅情緒嘅抑鬱啊。情绪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有移民啊、分离啊、跟家人分离啊、跟家的狗仔分离啊等等，都会带来很多情绪问题。但大家就反而将个时间投放在继续在做 pure yoga， 做健身咁样。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 mindfulness training， 我觉得就是一种心智控制自己心智、管理好自己心智的一种方法训练。等于我练泰拳一样啫嘛，我不是走去周街打人的嘛。我练泰拳是可能练自己神经反射会快啲，唔会行路扑亲咁样，假设即系唔会老咗之后行路咁容易扑喺度咁。好啦，但系如果心智训练系咩咧？就系、是、我食嘢可以将我云游咗嘅心神攞翻翻嚟嘅。我行路，你问下自己由一点行到一点，你有几可系真正喺当下感受紧你行嗰段路啊？究竟个地下系点嘅咧？呢段路望到嗰啲树系点嘅咧？冇嘅，其实。九成九的人都是云游的，行紧路嗰时谂紧其他嘢，碌紧手机，唔系啊，听紧电话，听紧歌。而且咧，我谂个个都试过啦。你譬如咧揸车，我试过好多次啊，翻到嚟谂起都惊，系因为有系咯，就系、是、系啊。咦？点解我完全唔记得咗头先嗰半个钟头系点揸嘅？但系点解诶翻咗嚟冇事？你就完全跟住嗰下对我嚟讲系一个最快感受得到就系我自动波嚟嘅。因为那样东西你就解释到最快自动波，因为你不是自动波，你人怎会懂得看着路面，但是你完全不记得，我是完全不会记得那半个钟头那条路发生了什么事，同埋最只是知道那条路是天天都是回家，就是那条路了，所以呢基本上整天都会发生的，就是一个不留神呢就已经回来家里才发现，咦是的。同埋有时呢，你有没有发觉呢行错路的，我会呢因为整天行同一条路，
某一日突然之间要去第二边买嘢嘅时候咧，啊，到发现嗰时咧已经 three quarters 去咗嗰边啦，翻咗屋企啦，已经去咗平时去开嗰度。佢话唔系，今日明明落街系要去另外嗰边买嘢，但系因为就系你根本就冇 pay 到 attention， 你以为可以分心做好多嘢，但系其实咧 end up 仲嘥时间。因为呢个强化我哋呢种嘅即系既定嘅 program 咗嘅模式咧，唔系净系我哋嘅经历。而是政权啦，即是我们所讲的洗脑，其实我有一集介绍过洗脑的神经科学研究，其实都是一样。它是用一种方式去建立你这种的既定的一种短路的捷径在个脑里面。这种就为之洗脑了，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哦、洗脑我没那么容易的，你说我不信这样。它是有些方法令到你呢是会慢慢慢慢逐步呢去在你脑里面建立了这种咁样嘅捷径嘅。第二系咩呢？广告、商品促销都系一样嘅。其实同佢都系一种洗脑嘅方式，但系就用一种嘅神经科学啊，或者系影像嘅建立嘅过程里边咧、嗯，就系、是、你见到 A 就会谂起 B 啦。譬如好简单，即系我唔明嘅，我以前大学毕业嗰阵时候，冇人会揸毛公仔嘅、嗯，大佬，我哋猛，即系阳光味好重啊嘛，男仔毕业点会揸只毛公仔嘅？咁但系而家。我是完全冇办法接受的，其实。好彩我冇细路，如果有就真係打镬金佢。毕业嗰时如果揸住就 Winnie the Pooh 嘅话。即係我觉得点解而家啲细路毕业会揸住毛公仔嘅呢，咁好明显就係某一种嘅商品嘅形象同佢哋嘅毕业行为之间建立咗一种联系，大家都觉得好似应该咁样做。所以我就第二样影响就係商品行销，就同你嘅感觉，你觉得应该唔应该，你冇咗判断喺度㗎啦。个个都系咁嘛，因为。咁你咪会跟住做咯，所以我话活在当下 ，mindfulness training 就系你行路好，通过数算你自己嘅呼吸最方便嘅方法嘛。其实，因为你呼吸就系你24小时都要做噶啦，根本系你冇嘢唔放唔低嘅呼吸，你唔可以话我停止唔呼吸住唔得噶嘛。所以既然你系24小时都要做嘅嘢，你就借呢个数算呼吸呢样嘢嚟去将自己嘅心智拉翻嚟当下呢一刻。所以为之一个 mindfulness practice， 所以可以是行路，可以是吃饭、嗯、可以是揸车，可以是什么都得，都是一个 vehicle 来的，我们觉得。那它的目的就是训练到你随时可以呢回到当下这个 moment。譬如我跟你倾偈咁，突然间我可以同时想想啊，为什么你这句说话会令到我这么开心或者这么不开心、嗯、那我原来可能我即刻就可以将我心神回来去从一个内观的角度去睇返自己。哦，因为佢讲到提到呢件事，呢件事本身呢就会引起我某一啲嘅情绪啦。咁所以我就话 ,mindfulness 其实就是一种内观，我哋叫做观察自己，其实唔系只系观，观嘅意思唔系只系睇咁解。而系包括埋咩呢，就系你对自己嘅理解、接纳同埋包容。当你对自己嘅理解、接纳、包容能够建立到一个咁样嘅方式嗰时，你的抑郁症就会解决的，因为你不会再隔回去那条就是那个既定的那个 path 那里嘛，已经是。是吧，你已经对过去一些很痛苦的东西你已经理解接纳包容了嘛。那他不是不会再波动你那些东西，那个短路就消失了，但是他是要经过很长的 practice 了，这个就是现代人的问题了。你就会问了，好像你刚才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收集、哦、这样。所以呢个就系我觉得系一个捷径与长远治疗个分别咯。即系譬如如果你一个元素，你真系 PTSD 得好严重嘅，可能你真系需要一啲治疗，就系、是、捷径快啲、嗯。喂，你条 path 都 set 到好鬼深嘅，即系冇办法。你可能要 meditate 两三年先走翻出嚟、嗯，但系你可能惊死啦，会唔会两三年我已经跳楼死咗啦？咁调翻转嗰一啲可能情况，你系需要特快，即系快啲嘅。instead of 即可能到时就是为什么人会研究不同的治疗药物去令到你能够快一点达到那个内观的那个 status。而放我们所有普通人，即譬如说我们日日人人其实都情绪有上落的嘛、嗯、我想你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其实另外一种我觉得 meditation 是你自己会留意自己不同的感受。即很多时候你起身好像我刚才说的、嗯
因試從試咗呢啲 mindfulness 或者試下 meditate， 所以當然我亦都要 disclaimer 就我其實係一個好懶惰嘅人，我到而家為止都可能係真係幾個月先至自己坐低十分鐘。但係好似你講咁啦，你要揾到你自己嗰個方式，因為譬如我自己 covid 嘅方式就我發現咗我 mindfulness 嘅時間原來係我每朝早有一輪好中意自己去試啊種嘢嘛，就種唔同嘅即係番茄啊咩。我就發現咗，咦，唔係喎！我每朝起身，我突然間我就會嗰一段時間係好期待，我就即刻走出去露台嗰度淋水睇下佢哋。咁但我就發現坐喺嗰度嗰一刻嗰十幾分鐘咧，對我成日成日或者我而家過後睇咧，我係好記得當時嗰個所有嘅 senses 啊，即係所有嘅感受，我會記得嗰一刻陽光曬咗落嚟啊，好熱啊！我會記得摸落去嗰、那個。所以 for 我可能那段时间就是我的 mindfulness practice， 但是对你，我所以经常都说就是说、欸、你要找你自己最适合的东西，或者对某些人是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对某些人是走路的时候，或者你有自己的另外一些活动你是可以做到 mindfulness， 不一定要跟着真的你说、啊、因为我都会 sense 到、啊、很多人可能说哇，难道真的要坐在这里打了做唔到啊！嗱，如果我覺得你身在任何地方，你自己都可以好簡單地諗一諗，就話 even 簡單到係你自己而家喺邊度都諗一諗，你個五官 feel 緊啲乜嘢？即係你話我而家其實睇緊啲乜嘢？我聞到啲乜嘢嘢？我摸到啲乜嘢嘢？其實少於十五秒你就做完啦。咁、你咪下次再試下。睇翻呢個即係禪宗嘅歷史咧，你就會知道。唐朝的禅宗的即是中国寺院的丛林，我们叫做丛林的制度呢，是要耕田的。那我大约十几年前呢，我去这个韶关南华寺，即是慧能原籍，即是慧能的真身，六祖慧能，即是一个禅宗很重要的人物的寺院。那隔离有一间语言寺，云门寺，就是这个虚云和尚建立。那呢就是种耕田的，我去到那时候的和尚种的。为什么他们要耕田呢？其实耕田就是他们的 meditation 的、我们经常想和尚就当然坐在那里打坐才是少林寺高僧、但原来唐朝开始到现在，我想在中国大陆的寺院仍然保持耕田的很少很少，即我见过就是这个这个云门寺语言院，是云门寺，那里面就是真的还是耕田，我见到他们打谷和把那些谷运出去，那我问那些和尚，咁佢话佢哋啊系啊，我哋要种田嘅，每日起身。咁话唔系做早课咩？唔系啊，收割。嗱，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究竟系真系坐喺屋企搵间禅房打坐啊，定系咩咧？我觉得唔一定，每一个人嘅方式，我觉得都好唔同嘅。其实嗱，禅宗六祖慧能咁出名系咩咧？其实好多人话慧能系唔识字嘅，因为嗰个衣钵啊，其实喺禅宗里边嘅衣钵。就是神秀慧能去争所谓南中北中，去争这个继承人的时候，为什么选到慧能呢？那慧能因为他就其实好像考试一样，出了个偈佛偈，那就看他怎么答嘛。那答的话师傅就看看哪个境界高嘛。那慧能是不识字的，所以就身尾据说引起南北中的分裂。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即是他师父就是这个五祖，就出了一 个佛偈叫做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常勤忽拭，不至惹尘埃。那就大家答了。那慧能那个答法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是那个师父就看到他的境界是很高，即是这个慧能，但他不识字。咁所以好多时咧，禅宗点解不立文字咧？就系话佢觉得文字本身嘅沟通系好有问题嘅。其实根本，我哋反而就系你喺劳动啊，即系耕田啊，反而佢调翻转，系喺好多实践啊，日常生活嘅实践里边，譬如你讲你种花，其实就系一种日常生活嘅实践里边，去活在当下嘛。咁譬如我记得，我谂有啲平朋友上过嚟我观塘写字楼。咁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系好 anticipate 起身画一张黑糖卡。我去完不丹翻嚟之后，咁就用金油去真金嘅画。咁我而家嗰张黑糖卡仲裱咗喺我温哥华屋企，吓一画画五个钟喎，其实每一日。但系你个心神，你唔可以谂其他嘢，因为你个不足就会断嘅，其实系，因为佢系画嗰啲好有势嘅云啊，嗰、那个。
White Tara， 即係逼住你一定要 focus on 係啦，嗰個一刻嗰個 White Tara 身上邊嗰啲嘅璎珞啊，即係佢飄下飄下嗰啲彩帶啊，係好幼細，嗰支筆係得一支一條毛嘅啫。你點控制你隻手？嗰支筆沾咗金墨之後，金漆之後可以轉彎咧？原來你發覺你嘅心思一多嘢諗咧，你就轉唔到彎嘅啦，根本啊，同埋會起角啊。咁我而家好得意嘅，我有陣時我都會睇翻嗰張畫，我就會睇到哦。我畫呢一 part 嗰陣時咧，其實邊啲位冇留神？嗰個心水好不靈，睇得出嘅。原來真係哦，呢度哇轉到行雲流水咁樣，咁嗰陣時梗係嗰個精神狀態好好啦。其实好多人以为画唐卡就是等于画画，其实不是。画唐卡就是一种 meditation。其实绘画都是一种 meditation， 在藏传佛教里面。书法其实都是。好多人以为书法就是一种我 expressionism， 即是表现主义，表达自己的。发泄自己的感受这样就算了。如果你用这种 therapy 呢，我告诉你可能更加严重你的情绪病会。因为你应该将 art as 一种 meditation， 而不是一种 expression。如果你作为一种 expression 的话，其实你是解决不到你的情绪问题。反而你是一种 meditation， 其实你想想你写书法都是。你不要说写那些什么狂草啊那些，你就这样写解书。嗯。解书啊，很工整的要写得。很正直啊，很工整的要写得。要起角的。一画一辣，究竟我一画点样？两边肥，中间窄啊，等等呢啲咧，全部都系有根有据嘅。好多人觉得喂好闷啊，其实个重点唔在于创意啦。记住呢啲嘢 ，meditation 不在于创意，系在于规矩。其实，当你 follow 住嗰个 form 嗰阵时咧，实际上你个人嘅思绪就会沉淀落嚟，翻去专注喺你支毛笔尖，你只手同嗰支毛笔，嗰支毛笔尖。掂到嗰张宣纸嗰种感觉传翻去你只手嗰度，然后你觉得应该再握落啲啊，定系再提起支笔咧？咁你谂下嗰个动作个专注程度要几犀利？你握落啲同放拎高啲，其实真系好轻微嘅动作嚟嘅啫嘛。但系嗰个效果就可以差咁远。系啦，所以好多人就以为哦，书法就一种表达，当然你可以当做我摆画展啊、书法展啊咁样。但我建议啊，其实。你唔好话写得好与唔好，日本人写书法咧，从来唔介意人哋 comment 你啲字好定唔好嘅。嗯，好简单，走去呢个 Eon 嗰啲十蚊店嗰度，有日本嘅书法嘅套装卖嘅，一把戒尺，我话俾大家睇下，我台面都有，其实不过大家睇唔到，就系咁嘅，就系扎住嗰张宣纸嘅，一沓宣纸，一个墨砚，一个墨盒，即系一个墨。一樽墨同埋一支毛笔，一套嘅，好简单嘅，喺嗰啲十蚊店有得卖嘅。咁咧，然后咧就每一日摊开，朝头早写一个大字。嗯、而我都唔好快，唔好快。你我哋要活喺其实而家呢个时代啦，最有趣嘅系我哋终于开始慢慢能够从科学嘅角度。去理解到究竟其实所谓呢啲好多咁多年经历落嚟嘅经验，叫你做嘅行为嘅意识，去点样去 calm down 你个人啦、啊？原不来我哋啱啱先至喺，我即系我就觉得我哋只不过系真系喺个门罅度开始打开道门，开始明白到，喂，其实我哋人呢套机器咧，真系好鬼神奇，尤其是个脑啊！而我哋而家先至系慢慢踏入嗰个年代系。能够去了解知道多啲，其实原来我哋系咪可以自己真系好似系 self medicate 自己能够控制而从经过呢一啲，你话 meditation 又好，你叫佢 mindfulness 又好，你叫佢活在当下又好，而可能将来我其实好有 hopefulness 嘅，系觉得诶咁其实。我要个脑青春常驻，可能唔系一个唔能够达到嘅目的，可能系一个 within grasp 嚟紧二三十年能够自己去训练。因为你好多时咧，我觉得最紧要点解我哋一开始节目讲嗰个话，你话思而不学或者学而不思，两边都唔得啊嘛。其实你思而不学，你谂完咁多嘢，你听完呢个节目，你如果唔试下咧自己咧，你系永远都会觉得
唉，我已经知道你讲完呢啲嘢，唉，大家啲系人都知乜？你唔会，你系唔知嘅。你一真系我话，你系唔会自，你要到自己 feel 到嗰一刻，你先会知道究竟个神奇处在啲咩？点解我咁讲咧？就话另外一个 side effect 啊，即系我经过呢啲，因为细个成日唔见嘢啊，又跟住成日以为鬼眼盲啊，跟住睇得下就发现唔得喎。呢个方法我而家有个方法去解决自己嘅鬼眼盲，就系、是、喂唔该望一望佢咯只眼。另外一樣嘅 side effect 就我發現咧，而家我自己啊，好多時對食物個喜好咧，隨著時間年份會轉變嘅時候咧，我其實就會嘗試去聽我自己身體想食啲乜嘢，而得出嚟嘅結果就係有時我係解釋唔到嘅，即係話我可以講俾你聽，我有一段時間我係完全夜晚黑唔食飯。即譬如，就算跟 parents 食中菜，佢話：咦，點解你唔食飯？你咪變咗鬼妹？你我話又唔係喎，只不過好似我冇乜 desire 去食嗰個 carb 或者意粉嗰啲咁嘅澱粉質啦。但係咧，又喺 covid 中間有一段時間，我成日都想食意粉，成日都係食 pasta， 成日食嗰啲嘢。我又自己唔係好知點解，我只不過知道嗰一輪自己想去食嗰樣嘢。就會去食嗰樣嘢，但係咧隔咗一輪又會轉喎，又會變咗係 protein 多啲，又會係乜嘢？而家我自己成日喺度諗啦，which is 我都嚟緊，我會另外一個 topic， 我係想研究多啲，就係、是、其實呢樣嘢有冇得解釋嘅咧？係咪你個 body 當你活在當下嘅時候，你會更加體驗到你自己俾你個 signal 係乜嘢嘢？係咪有好多時根本你身體係話緊俾你聽，你需要啲乜嘢，你唔需要啲乜嘢？而內觀如果我哋經常都是方太煮餸方式咁，成日都係準備好曬嘅時候，你就根本就唔係好聽究竟你身體講緊咩？你成日都叉燒飯啊嗱，整好咗啦，時間關係，日日都係叉燒飯啊嗱。咁跟住調翻轉，可能你身體係嘗試俾你一個 signal 話：喂，我唔夠呢一樣嘢，或者我多咗呢樣嘢。我諗就係即係佢我哋講內觀，內觀係咩咧？其實係一種 self awareness 嘛。咁呢個 self awareness 咧係咩咧？就係、是、向內向自己嘅，唔係向外啊。向外就係我哋做嘢啊、翻工啊、交貨啊、交差啊咁樣向人交代啊咁樣。向內就係你 aware 自己究竟你嘅情緒喜怒哀樂係咪產生緊一種情緒咧？咁樣你就有方法去處理啊嘛。所以我就話唔係到個病徵出現嗰陣時候，你先至用血清素去處理啊嘛。而是说你内观自己已经开始有这种这样的情绪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了。那你就可以去 stop 它咯。或者去做第二些东西即刻放低不要做这些东西了。那但是内观除了是心智之外呢其实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呢我们都很少的。其实我们只是外观外观就是靓不靓啊线条啊肌肉啊这些。但是对于身体里面的需要就很少，就是说比如我们是不是需要多些酸性的东西呢？或者是需要多些碱性的东西呢？或者需要多些淀粉质，或者需要多些protein 呢？反而就是我们强加于自己，我们粗肌肉就吃多些蛋白粉、蛋白奶粉这样，就大只一点这样。但是不是那样东西来的，其实。所以我觉得人对自己的理解东方和西方很不同，现在西方就是将两样东西融合在一起了。西方的医学是由外科手术开始的，由战争开始的，因为太多伤兵，那怎么处理呢？所以他们这方面是很发达的，外科的东西你一定要信西医。但是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东方的，很多时候由一种的宗教观念，比如佛教的观念所产生出来的。我们很多现在讲的一些养生，我们所讲就是其实是反而是就是你照顾自己的，聆听自己的心声啊，关照自己的情绪啊，或者身体的需要啊等等，这些就是养生咯。其实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喜欢投资呢startup 呢，养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觉得，因为随着 agent 这个不是 financial advisor 大家听着啊随着 agent 就算是都不是我的你想想 Headspace 和 Calm 是一个3亿美金一个1亿美金估值，现在我想不止添 Headspace 我想不止添，咁你谂下啦，其实嗰啲系我哋噶嘛，即系东方。你谂下，其实嗰啲系唔使钱噶嘛，嗰啲系你自己坐喺度嘅啫嘛。点解佢哋都可以包装成一个产品推销出去嘅咧？即系如果将来有 LSD clinic
咁点解唔可以有 meditation clinic 咧？有好多，只不过我觉得系呢样嘢好好神奇，就系美国永远系最叻卖广告，即系将东西包装成产品，系最叻最叻嘅。而我哋好多时以前，只不过我都系我哋觉得系一个 way of life， 好似你讲嘅，你以前去过嗰啲嗰啲咩 silent retreat， 你话唔讲得嘢嗰啲，其实佢唔系商业产品嚟噶嘛，嗰样嘢唔系噶，嗰个系一个系你信徒跟住佢去系咯。咁但系调翻转啦，而家西方就将佢撇掹咗宗教嗰、那个嗰一忽去，就将佢包装成一个产品，跟住就会话嗱呢个呢、這个系 headspace 嘅乜乜乜 cam 啦，咁可以赚好多钱噶，你知唔知啊？搞一次禅修营，跟住呢啲嘢咧系你东方。我爸爸妈妈嗰一代系最难接受，佢话吓你俾钱佢唔讲嘢，你系咪傻噶？你屋企唔好讲嘢啊！咁样，你俾钱我，你俾钱我，你唔好讲嘢啊！屋企俾钱去食白霎生菜，我霎俾你食啊！你系啊，即系呢一样，我觉得系东西方系好难，即系你就会知道点解 headspace 喺东方都系难成事，就系佢反而钱一定系西方赚嘅啫，咁 culture 真系好大分别。唔係，我覺得佢亦都係 Ryan 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一路由你見到我哋一開始講即係、就是、Flower Generation 開始出現New Age 嘅 move， 其實係由嬉皮士開始嘅嘛。其實開始喺東方嘅神秘主義啊、東方宗教裏邊揾答案啊嘛，人生嘅答案啊嘛，開始即係、就是、內觀啊嘛。其實係由嬉皮士開始嘅喺西方不過咧，佢嗰樣嘢我。因为上一集节目的 research，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时的 Nixon 那么鬼憎这个希比斯。他们想想大佬，你国家元首叫你上下一心出去打仗，你跟他在家说 Love and peace， 大家内观，大家坐下想想活在当下，你说是不是火都来了？那个总统见到你们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打锣打鼓叫你们全民一心要出去打仗，你又跟我说哎，咩都唔好理啦！我哋咧最紧要有大爱咁，你真系觉得我梗系禁鬼咗你啦！我唔禁你，我都唔叫 Nixon 啦，系嘛？但系佢咪接咗去第二度咯？我就话呢种躺平主义冇咗 LSD 都得噶嘛，咪就系 meditation 咯。所以你见到而家佛教，我觉得喺西方复兴嘅，其实佢就变咗好似你头先所讲啦。佢复兴嘅背景咧，譬如禅宗喺西方复兴嘅背景系咩咧？就是跟剛才你所讲譬如科学啊神经科学的研究啊对抑郁症的普及化这些所谓 PTSD 的 symptom 越来越多人有啊等等呢。咁佢就慢慢呢就走咗一个所谓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就唔系喺 religious， 所以佢系带动咗由你初可能系一个商业活动啦，我去参加 headspace 嘅禅修营。后来发觉咦唔系喎，佢跟嗰个咩这个 Master Suzuki 在这个在加州的禅修中心不用钱喎、咁样。咁我不如去 Suzuki 那里啦咁样。其实就是这样嘛。咁你慢慢你现在见到在 Academics 里面呢，西方啊，其实在 Academics 里面呢对佛教的研究呢是很鼎盛的。佛学啊，佛学研究。再加上 Headspace 啊，这些 Meditation 啊，这些。所以我就说它是另外一个计六十年代，其实 LSD 复活。同一時間就是呢些東方宗教 meditation 同一時間復活啦，其實係。而我諗，你諗下係咪？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元素就是當嗰一刻佢哋能夠在腦掃描 MRI 真正看到啊，即係佢不可否定的一個 difference。佢哋就覺得，哎呀，呢個已經不是好像以前咁樣，即係好似我有時講啊，我自己的經驗覺得我很 aware 而家睇嘢或者我 aware，但我講極啊，你一定會有聽眾都話：，切，你有咩更改啊？你有冇掃過你的腦啊？你的腦是不是真的改了？那我不知道，但我是 sense 到這件事。不過你要勸服很多科學家放金錢放資源下去，你就是我覺得那一刻你 MRI 看到一個 meditation 做很久的高僧和一個普通人的腦的分別，當他們進入那個 mindfulness 的時候，而且那個速度，即是說他們在五分鐘之內腦已經去了那個 state 了，而你可能是他在說初學meditation 嗰啲系冇分別嘅，個腦個數出嚟都係一樣，即真係要長年累月去 practice 先至會達到佢哋能夠收放自如。正所以為你頭先講嘅，可能係佢對痛苦嘅 perception， 即係佢對個 pain 嘅 perception， 佢對尤其是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對 empathy 嘅 perception， 即係 empathy 我唔知中間係憐憫心啊，
系咪同理心？同理心系咪？或者我哋叫慈悲心？嗯嗯，即系一样嘢嚟嘅。其实你对 embrace 痛苦，其实即系一个慈悲心嚟。所以咧，我觉得今集咧，我哋应该唔好讲咁多啦，就俾大家一个时间去自己好去试下啦，就唔好思而系咪思而不学啊？学啊，思而不学，即系唔好思而不学啦。系啦，快啲，唔好懒惰啦，因为我其实好 look forward to 睇下你哋啲 feedback， 自己试过之后个感觉，因为我谂个个人咧，你自己个个 body 都唔同咧，系会好有趣地知道大家唔同嘅经历或者唔同嘅感觉。就最后尾咧，你问我咧点样 measure 个脑后生同唔后生咧，我就话俾你听，可以从眼神里边睇得到咧。有一个人咧，你留意下佢眼神，就系达赖喇嘛。嗯。啊，你有机会你睇下。达赖喇嘛嘅眼神，你睇得出佢个脑系好后生，佢个年纪系好大，但系达赖喇嘛嗰对眼啊，呢个就系你睇到。另外佢喺嗰个 Netflix 嘅纪录片里边咧，就系、是、The Mind Explained 嗰个纪录片里边第四集咧，就系讲 mindfulness， 大家可以睇下。里边访问嗰个荣级凌波车咧，你睇佢对眼就知嘅。所有呢啲正念收集嘅人，你睇佢对眼，你就知道佢一个个脑袋好后生，佢个年纪唔后生。咁而家大家。Covid 好容易啊！香港自己大家可以观众啊，即系听众啊，做个 baseline 噶。你戴住口罩嗰日，你周街问，你问下你啲朋友，我几多岁啊？睇你个脑后唔后生，跟住再试完呢啲 meditation 或者试完 mindfulness 之后，隔一两年再问下人。永远如果个脑后生嘅人咧，无论佢咩年纪都好咧，你都 feel 到佢一个好有好 energetic 嘅人嘅，其实，因为佢个脑后生嘛，佢仲系一个好似细路仔咁样嘅。嗯嘅嗰種嘅狀態啊嘛，個腦袋仲係佢唔會有一種滄桑感啊，世事給我看透了啊！但你諗下，達賴喇嘛輪迴咗幾多世啊？你諗下，如果佢個腦唔後生，你諗下幾痛苦啊？同埋佢而家都就算呢一世都幾多80歲啦，係嘛？80歲啦，係啊，係啊。咁你諗下，佢輪迴咗十幾世噶啦喎，已經係我哋之前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啊，如果肉身唔死，個腦老。carry 住十几世，好痛苦啊！你谂下几痛苦，几百年嘅古仔喺自己嘅脑海里边。系啊，呢个咪其实你睇西方，我觉得其实有好多电影咧，你人大咗，你先会慢慢知道嗰、那个其实内里佢讲嘅系咩。你西方咪成日都系我细个好中意睇嘅，而家都好中意睇，就系逢亲有吸血僵尸嘅故事。咁但系你谂翻咧，其实好多套西方拍得比较好一啲讲 vampire 嘅咧，其实佢对最后都有一个 concept 就话。他其实自己想死，因为他成日就系话我看了咁多百年的人生，人类的痛苦经历，即系又打仗又乜嘢嘢，又你如我诈的经历之后，他都觉得虽然我肉身不死，我其实想死。咪就系呢个最所谓长生不老的一个悖论咯。其实最痛苦的就是因为当你的脑系会老，而即系你的脑袋、你的经历是会老的，乜嘢都见过晒。生离死别已经完全冇兴趣，但你嘅肉身不死，呢、这个就所以我觉得呢个 mindfulness 最大嘅痛苦，可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即系唔使你唔好去嘥咁多钱，唔好打五个人咩打玻尿酸啊、打 botox 啊、整容啊嗰啲啦。你保持自己个脑青春健康，其实系所费不多嘅啫。你自己喺屋企，只不过系个费用高昂，就系、是、你自己啲时间摆少少时间出嚟。我谂唔系。一日摆好多时间，而系每一日摆少少时间。系啊，真系噶，每一日5分钟、10分钟，你都 OK。变成一个 routine 咯。譬如你行路，譬如我话诶，习惯咗每次食完饭我都落去鬼堤嗰度行路噶啦，咁样。咁你咪将行路嗰橛时间攞嚟做 meditation 咯，唔系攞嚟听歌咯。啊，听成寨节目 download 就留翻翻屋企听咯，就唔好夜晚黑行路嗰阵时听。或者可以听噶，你净系 pause 五分钟。望一望周围，你见到啲乜嘢？你见到啲咩植物？夜晚见到边只狗喺隔篱行过？咩人？嗰啲人系咩人？几高？你走去摸下周围啲树叶 ，feel 唔 feel 到系鞋啊，定系滑啊？但即系跟住五分钟之后，你咪揿翻个 play 再继续听咯。其实我试过一次嘅嗰阵时，疫症开始嗰阵时咧，啱啱开始咧，咁我哋就同啲城寨人喺九龙旧启德机场嗰度跑步，九龙湾嗰度跑步。咁然后呢就沿住旧启德机场跑道一路行到去尾就做一个 walking meditation。喺嗰条桥嗰度练完呢个短跑之后呢就好好长嗰度行差唔多成九个字嘅嘢。即係去一程九个字返嚟一程九个字。咁就喺嗰度其实你如果嗰条路好靓嘅嗰条路。嗯。啊即係
是很舒服的，即是邮轮码头。嗯，那个新那里。是啊，邮轮码头那里。咁做过一次，好可惜之后就冇乜机会再见到大家。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其实可以香港又好，海外又好咧，其实做一次呢啲嘅 mindfulness camp 都几过瘾嘅。其实系啊，其实我见到你以前成就系有做一啲去譬如不丹啊嗰啲。系啊，因为旅行都系一个你有时系会帮到你。点解我咁讲就系咁多年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嘅，但系我好记得咧，可能对我嚟讲个视觉嗰、那个 mindfulness 系好记忆犹深嘅，就系、是。我最記得去南美，一個就是巴西和阿根廷，好似係啊，巴西同阿根廷 Iguazu Falls。我去到咧，我就其實唔係並冇記得嗰個瀑布有幾宏偉，係我好記得 Argentina 嗰邊咧，因為佢好近，你直情喺個瀑布上邊嗰度行嘅嗰啲橋係、嗯嗯，因為瀑布24小時都有水啦，佢周邊嗰啲植物咧。我最记得个观感活在当下就记得，哇！嗰啲绿先系真嘅绿啊！即系我当时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呢一世人今日先至第一次真正到 feel 到嗰个绿色系乜嘢。即系当时个感觉就即系有啲似好似你有嗰啲 psychedelic 咁，你唔系净系睇到个绿色啊，你觉得你直情系 feel 到嗰种绿，嗰种以前所有中文嘅形容词啊，即系所有嘅咩翠绿啊，乜嘢绿啊，你嗰一刻先至会知道。跟住咧，同一个 trip。就落咗去佢冰川嗰度，咁佢又好得意嘅。我其實我如果你哋下次任何人有機會去咧，佢有一個 tour， 我會覺得你一定要去，就係佢著嗰啲冰鞋咧。我知冰爪。但係佢個調轉就係佢有兩種嘅，佢有一隻叫做 little foot， 有一隻叫做 big foot。little foot 咧就係咁要喺側邊度行一行，你一定要去 big foot 嗰、那個，因為 big foot 嗰個咧你係著住對冰鞋一路入去。入到你 lunch time 咧，基本上你四周围都系冰川，你系乜嘢其他嘢都睇唔到。嗰种蓝色。但系冰川最特别就系嗰种咧，佢嗰个裂痕嗰度叫你望落去咧，佢系无底噶嘛。因为佢话其实佢好多 crack， 你望落去嗰种蓝咧，因为佢个底根本系深度无从 measure， 所以嗰只蓝，我系记得我自己影咗几幅相，不如你睇下我呢个后边啊，系呢幅你哋睇唔到呢幅就系个冰川嗰个蓝。我就你覺得係好似係入咗迷咁啊！你隻眼我係一路望落去咧，我真係覺得係我可以望住嗰嚿嘢十分鐘都唔喐，因為我個藍實在係唔識得形容啊！唔止係人眼嘅藍，我真係覺得我係感受到嗰種藍。我希望咧 ，COVID 快啲過嘅時候，大家可以去旅行咧。旅行都係可以幫助到，我覺得訓練 mindfulness 嘅一個好工具嚟嘅。我哋試過去不丹咧，同佢哋即係同啲城寨人。另外一次就去高野山。高野山咧，點解咧？就係佢係日本密宗嘅一個聖地嚟嘅。咁佢一個寺院，寺院有一個墓地，嗰、那個墓地係800年歷史嘅。所有戰國嘅大名，織田信長啊、武田信玄啊、德川家康，全部葬喺嗰度。咁然後咧，嗰啲大樹咧係800年嘅，其實嗰啲杉樹。即係你 feel 到有靈氣嘅，其實嗰啲地方，咁你然後穿過嗰度咧，就會去到一個空海大師原籍嘅，其實佢未原籍嘅，據說啊，佢仲喺個森林裏邊。咁你就咁當晚咧，就有兩個僧人就帶住我哋入去，夜晚黑去嘅其實。咁入到去之後咧，咁就會對住嗰個樹林空海住嗰個地方，空海就係唐朝嚟中國將密宗帶翻日本嘅，咁就唱心經。咁我喺个树林入边唱心经，唔系佢喺个寺院对住个树林，咁两个和尚唱心经，咁啊好响亮嘅嗰个声系，咁佢哋即系好似 chanting 咁啦，咁就再加埋嗰啲风吹过啊等等咧，咁我就话你香港系冇办法有一种好 spiritual 嘅体验嘅，冇啊！你头先咁嘅形容咧，你咩香港嘅环境，我突然间个脑海就记得咧，周星驰以前嗰度佢咪有个成日鬼咁啊，就突然一派嗰、那个飘过嘅，我你一讲喺嗰个喺度唱心经，跟住我个脑海嗰个就系、是、啊鬼啊，跟住咁你嗰下就会即系我哋又会去抄心经啦，咁样其实抄经都系做 meditation 嚟噶嘛，抄经啊，即系将心经抄一次，抄一次咁样，抄完之后烧咗佢，咁亦都最后尾咧，我哋就去行山。在红野是一条古道，日本神道教朝圣的一条古道，咁系好多好直的大树，一路上山一路上山，连续个几两个钟头上山，不容易行的。咁但系咧，你就要即系我就同佢哋讲点样去数算自己呼吸啦，行山嗰阵时，嗯，
然后当你进入一种 mindfulness 的状态，就算是连续上山都好，你都可以顶得住，一路斜路来的其实。咁然后最尾落山就是一个天然的温泉，去到山脚嗰度，即最终都要有个 reward 系咪？系啦，都系香港人一定要讲，咁都要有个 reward 嘅。唔好讲到咁 spiritual 系嘛，最后尾都要浸一浸温泉。唔系，咁 reward 都系人天然嘅一个机制嚟嘅。如果唔系，我哋个脑都唔会有个 reward system 喺度啦。虽然有时过分咗就变咗一个 addiction。嗱，有机会我觉得真系可以，大家即系香港可能未必合适啦。我觉得即系搵到一啲嘅，譬如喺日本啊。一啲嘅地方，包括韓國嘅寺院啊，其實即係能夠做一啲一個禮拜嘅 retreat 咧，其實真係成個人即係好過你去打 botox 啊，呢個去 pure yoga 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因為個腦心靈嘅淨化同埋年青化咧，我覺得係緊要過肉體嘅即係 rejuvenate 嘅。其實當你個心靈好蒼老嗰陣時咧，無論你個肉體係幾咁年青都好咧。就等于我哋头先讲 Dracula 嘅故仔啦，即系吸血僵尸嗰个故仔啦，就是因为你就算你肉身可以不断，所以我话你睇下大喇嘛嘅访问，如果你听过佢现场讲嘢，你先知道紧犀利，就系佢个人嘅脑海，即系你感觉得到，其实佢一个好年轻嘅人嚟嘅，即系呢样就系大家觉得好神奇嘅地方嚟，但系我觉得唔神奇嘅，所以其实 Michael 就系新嘅长生不老药啦，终于揾到啦。终于找到了，咁啊有机会我哋可以找多啲喺呢方面有认识嘅人咧，甚至可以喺 Curious 嗰度咧系一个关于心灵嘅 channel， 我成日觉得好紧要。喺而家呢个时代，对香港人嚟讲，点样去心灵嘅 training， 同埋点样令到自己心灵嘅年轻化，系啊，特别系即系而家呢几年嘅发生嘅事。系啊，同埋你第一个旅行，我已经第一个报名啦，记住留个头位俾我。一定一定，咁啊，希望大家嗱记住啦，你哋听紧节目嘅就继续快啲咧去呢个 Curious 嗰度咧就注册。咁我哋因为 Patreon 咧就会一段时间之后咧，可能都大家希望大家移晒过去之后咧就会唔会再 update 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呢、这个系。大家入到去 Curious 咧，就會仍然睇到舊嘅節目之外咧，有新嘅節目嘅，咁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唔同嘅 creator， 同埋一啲 activities 喺一啲活動喺 Curious 嗰度發生。嗯，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咁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啦，再見。下個再下個禮拜。啊，係喎，Beyond的美食世界，拜拜。